我是 Sammy 郑秀文。当我想到 O 型的时候，我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他们的按摩椅，因为我都以前也尝试过，觉得非常的舒服。那这次我自己代言这个产品，看起来就好像一张小小的很时尚的沙发，但是按一下之后，它马上就会变成一张功能性非常强的一个全身的按摩椅。我觉得就好像有点魔法，很神奇。然后我试过了，我用过了，我就觉得非常特别的有力，我觉得非常好。我觉得这张小沙发的按摩椅，它按摩到的地方是非常的全面。比如说，我常常会感到很酸痛的这个肩膀的部分，还有背部，还有双腿，它都会按摩到。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功能性而且非常全面的一张按摩椅。天使。我觉得因为它提供了五种不同的颜色，我觉得非常跟每个家庭他们不同的家居不同的布巾也很容易的搭配。我觉得今天拍这个广告真的很享受，因为也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难度，就很轻松，然后尽量把这张小沙发它的优点尽量发挥出来。然后我躺在上面，基本上我的表情已经把我身体的那种很舒服的状况已经表达出来，所以挺轻松的。我觉得在你生命里面又有一个非常平衡的生活，比如说你的感情、你的宗教、你的朋友、你家人，然后可能你的工作，然后你玩的时间都有一个很好的 balance， 我就觉得是一个很优质的生活。然后定期的运动，常常有运动，然后吃要吃的健康，我觉得这些都是很重要的。还有就是我很喜欢按摩，所以下班如果可以坐到这张很舒服的小沙发上面进行这个按摩，我就觉得一天的疲劳，一天的那种很努力的工作也非常的值得了。其实回到家里就非常贴近我一个很私人的空间，只有我一个人的空间，再加上这个小沙发按摩椅，我就觉得可以尽情投入我一个人的世界，我就觉得非常的舒服。今日整个 O 型嘅广告拍摄终于拍完啦，成日嘅工作流程好开心、好顺利同埋好舒服，一边做嘢一边按摩，同埋今日醫生的造型打扮，我自己都很喜歡，很配合到天使的感覺，所以我現在收工啦，拜拜。O-SIM